百度昨天推出的中国版 ChatGPT 叫文心一言，引发了资本市场的轩然大波，先是股价狂跌 10%， 然后今天又突然之间暴涨 14%。 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继续追热点学英文。注意这篇非常精彩的文章当中非常有意思的英文知识。 So here we go. Baidu debuted China's answer to ChatGPT via a recorded video, disappointing investors hoping for a real-time demo of the country's highest profile entry in a race to dominate transformative technology. Debut 原本指一个演员初次登台，那后来这个动词呢就被用来指首次把一样东西或一个人推出给公众认识一下。那百度昨天首次的给公众推出了中国对于 ChatGPT 的回应啊 answer， 在这儿有一种对等的感觉，对不对？本来 answer 和 question 就对等的关系，那当然就可以理解为中国版的 ChatGPT。 它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叫 a recorded video 或者 a pre-recorded video， 一个预先录制好的视频。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下面这个结果， disappointing investors hoping for a real-time demo，啊，让那些原本期待着能够看到现场演示的那些投资者感到失望。注意这个 real time demo 可以说成 a live demo， demo 来自于 demonstration 前两个音节。那么说到 pre-recorded video 或者 recorded video 呢，就让我想起了我们这一行啊，做英文老师呢会有两种类型的课程，一种叫录播课，就叫pre-recorded classes 或者 recorded classes， 另外一种叫直播课，你可以说 live 或者 live online classes。 那回到原文，这儿说的 a real-time demo 是关于什么方面的一次演示呢？ The country's highest profile entry， 来，你接着用中文翻译。这个国家当然指的就是咱们中国，中国最引人注目的进入，你怎么都觉得别扭，为什么呢？中文不太喜欢用名词去表达，我们中文喜欢用动词去表达发生的事，说中国以高调的方式进入到了某一次竞争当中，对不对？你看进入，那老外就觉得，哎，你已经进来了是吧？这件事呢就叫 entry， 一个名词去表达发生的一件事，天经地义。它和 enter 发音又比较相似，所以根本不需要特地去背诵这样的词，只需要建立起相应的画面感。好，既然已经有了中国的 highest profile entry 这件事，那更大的一个背景是什么呢？ in， 你看本来指的是在某样东西当中，那当然这就是指在一个大的背景当中。什么背景呢？ A race， 一次竞争。什么样的竞争？ To dominate transformative technology， 要在转型科技方面占据主导地位。我暂且这样去翻译 transformative， 因为 ChatGPT 那末尾的那三个字母全称是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 哎，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说了一段指令，然后它能变成一张图片或者一幅油画或者一个网站，就把你的指令转换为另外各种各样形式创作品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叫做 transformer。 哎，它扮演的角色如果要用形容词来形容就是 transformative。 接着来看下面更加精彩的第二段。 Billionaire founder Robin Li took to Beijing stage to introduce his company's Ernie Bot。 注意啊，刚刚第一段基本上是一种远而观之的画面感，就是我大概告诉你发生了一件事啊，就是百度推出了某样东西啊，然后呢让投资者感到失望，只是录播没有实时的直播。哎，然后现在你看镜头一拉近，哎，究竟是谁上了舞台，然后做了什么事呢？哦，亿万富翁创始人李彦宏 took to a Beijing stage， 登上了一个北京的舞台，做了什么事？ To introduce his company's Ernie Bot， 介绍了他们公司的 Ernie Bot， 中文名叫文心一言。那我记得有一些外媒说到这个英文名字的时候呢，说它不太强大这个功能目前为止，但是呢 it's got a cute name though， 但是这个名字很可爱。好，接着我们来看拉近镜头之后啊，具体还发生了什么事呢？ But instead of putting the service through its paces in real timeHe talked over a scripted video of interactions with the AI. 你看，刚刚第一段只是粗略的说到了没有直播，只是录播。但这呢，他把没有直播说得很具体，说 instead of putting the service through its paces in real time. 有的同学就着急了，老师，我查了好多词典啊 ，put something through its paces 没有一个满意的中文翻译。首先，我来告诉你，大致的中文翻译可以是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哦，这个意思已经知道了，就是，哎，这个服务究竟厉不厉害，我们实时的现场来把它拉出来溜一溜。那你会觉得老外好奇怪，为什么这样表达呢？原因呢，要说到深层次的话，是我们和外国人呢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稍有不同。他觉得吧，我不需要说的那么的具体，发明很多具体的动词，说把骡子或者马拉出来溜一溜，然后你就展示一下。他觉得呢，其实这个骡子和马如果拉出来之后让他要走50步的话，那就是 50 paces， 但是有的时候150步我也不知道。总之呢，我就说 paces， 一步叫 a pace， 那么好多好多步让他出来走就是 paces。 那么我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阶段的一个测试，就是他一旦完成了这些50步也好150步这样的一个阶段的测试之后，我就判断他究竟行还是不行。所以呢，就相当于叫 through its paces。 那我要把它溜吗？英文都不需要发明这么具体的动词，他觉得我直接把它放，
我把这样的一个文心一言也好 ，Ernie Bot 也好，我直接把它放到这样的一个测试程序当中，所以叫 putting the service through its paces。现在大家有了画面感之后，是不是恍然大悟？哦，原来相似的画面感当中，外国人呢，好像他更喜欢抽象的去描述，哎，特别是他那个底层逻辑的东西，用的都是非常简单的词。好 ，He talked over a scripted video of interactions with the AI。很显然，刚刚说的是 instead of， 就那一部分他没有做，没有实时的去把骡子或者马拉出来遛遛，而是他呢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基础之上在那儿侃侃而谈呢？叫 a scripted video of interactions with the AI。你看，刚刚只是说到了有一个 pre-recorded video， 预先录制好的视频，这样呢说到的是一个和这样的一个 AI 进行互动的视频，是不是拉近镜头之后的画面感？那说的进一步的介绍叫 scripted video，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写好稿子的，就你听那个视频的介绍的时候，那个无论是真人发出来的声音，还是一个机器人发出来的旁白音，你都能听得出来，这肯定是提前写好稿子的，这就叫 scripted video， 那了解我以及说我的视频的小伙伴肯定知道 ，All of Albert's videos are unscripted. Albert 啊所录制的所有视频都是没有提前写过稿子，也就是基本上啊就大概过一遍有个大纲之后呢，现场发挥啊。不好意思，又顺便吹了一个牛，好不好？那有了丰富的画面感之后，咱们从头到尾通读一遍，你来裸听一下，一定试出不一样的效果。So here we go. Baidu debuted China's answer to ChatGPT via a recorded video, disappointing investors hoping for a real-time demo of the country's highest-profile entry in a race to dominate transformative technology. Billionaire founder Robin Li took to a Beijing stage to introduce his company's ErnieBot, but instead of putting the service through its paces in real time, he talked over a scripted video of interactions with the AI. 好，这一期的奥普说英文就到这。